下面我介绍一下梁氏八卦掌的老八掌。老八掌亦称母八掌、八大掌、变式掌，它是由八大掌势组成。老八掌是八卦掌最古老、最基本、最重要、最实用的掌法。通过练习老八掌，可以练出推脱带领、披进搬扣、穿闪截拦、拧翻走转、貂蝉裸钻、按摇撞踏、粘粘连随等具有梁氏八卦掌特点的技击方法和劲力。老八掌的名称是单换掌、双换掌、背身掌、劈手掌、顺势掌、顺步掌、下踏掌、平穿掌。下面我把这些掌法逐一的介绍一下。下面我把这些掌法逐一的介绍一下。我先把第一掌叫单换掌演示一下。下面我把单换掌的要领介绍一下。预备式，周身骨节放松，按照八卦掌的要求，头顶向竖，松肩坠肘，空胸拔顶，气沉丹田，松胯松松膝啊，松腕，周身都是放松的。起势，两臂外旋上举。过渡式，一蹲身下按，蹲身下按，蹲身下按的时候呢，是两手外旋向上托，然后松脚腕、松膝盖、松胯、松腰、松肩、松肘、松手，从上向下按。啊，按到哪儿呢？按到两大指对准这个气冲穴，就是两小腹的这个下角，离气冲穴四指远，按这个地方，气要沉丹田，两手掌之间，两掌相对，两掌掌心向下，两掌之间的距离也是四指远。蹲身下按，这个主要是把这气沉下来，啊，练拳之前把气沉下来，然后左右揉球，左右揉球是左腰子找右腰子，左手呢在越转腰的同时呢向上提，提到与肩同高，掌心仍然向下。右手呢随着转身时候呢外旋，向左手下面插身，两个掌心相对，在左斜下前左斜前抱球，啊，身体姿势不变，啊，这是左右揉球，左揉球，右揉球就反过来。右手内旋，啊，抬至旋转抬至与右肩同高这个位置，左手呢，左手是臂外旋，
向右手下插身，两个掌心相对，在右斜前抱球，这叫左右揉球啊，左右揉球，掰步抱球啊，掰步抱球，掰步这球不变还抱着，然后扣步运球，这球还是不变，姿势都不变，就是两个掌相扣，两脚相扣成八字，肘尖对准圆心，啊，这是过渡式完了。正式是一马问路，二青龙反手，三这个推磨掌斗转，上肢姿势不动，保持平。换式是左换式，先向左换式，这个单换掌走到原来起势的位置的时候，是转一圈到数圈还是多长时间都可以，你想换式了，左脚在前的时候，右脚向左脚前扣慢，两个膝盖相并啊，相抱，这叫扣步回身，叫右扣左转，也叫扣步回身，右扣左转。然后下边是掰步翻掌，这步呢歪歪摆，掌呢外旋，两个掌同时外旋啊，外摆啊，外旋外摆，就是脚往外摆，两个肘往外旋啊，就是掰步翻掌，这掌原来是向前的，现在是向上了，眼睛还看着这个左手前的方向啊。这个下一个式子是啊，进步右进右穿，也要进步穿掌，右进右穿，活右足上左足，跟上右足跟左足，就活左足啊，活左足上右足跟左足的穿的时候呢，是这个手左掌立起来，右掌也立起来，不是这样吗？都变成立掌，然后右手从左手下向前穿出，以肩发力穿出，来，我把这做一下啊，这是掰步翻掌啊，右进右穿啊，穿跟着穿，然后一马问路，还是这样走，跟刚才是起势开始是一样的，一马问路啊，两个手由掌心相对变成向上，斜向上，下一个就是这个青龙反手，青龙反手从这个角到这个角就是旋转往下劈按啊，青龙反手啊，这就是换左换式就完了，然后走转一圈。右换式呢，当左式啊左转走到原来起势的位置上想换式的时候呢，跟原来换式相反，是左扣右转，左扣左步向右转身，然后呢是掰步翻掌，就是右脚摆跟刚才一样，右脚往外摆，这个两掌呢向右前方翻，手心先向上，然后是左进左穿，也是两掌由向上然后向内立起来啊，这穿从右肘底下穿左掌，叫右左进左穿，这边叫右进右穿，这边叫左进左穿啊，穿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这穿直穿啊，松肩坠肘直着往前穿，穿的时候是要从肘底下这样穿出去，叫出手不见手，这样穿出去，然后下边是一马问路啊，青龙反手，这走若干圈，下一式是收势是右换式，走若干圈，走到原来起势的位置，欲收势的时候扣右足，撤左足，就是横开左足，两手交叉向下，然后右足向左足靠拢，两掌向上向前向下交叉，从腹前降至两大腿两侧，然后松脚腕松膝盖，松胯松腰松肩松肘松手站起来啊，这就是第一掌。下面我把这一掌的用法和它的积极含义说一下。吴明，单换掌呢也叫单穿掌，当然这里边在运动当中呢有好多积极作用，咱们现在主要讲这个单穿掌。单穿掌的话呢，就是双二人搭手以后，从肘下
向前穿，穿鼻刺目，穿它。那么我穿它的时候呢，对方不让我穿怎么办呢？不去躲，不去藏，也穿我，也穿我，哎，还是这么穿啊。我呢，你看对对穿，你看这穿，谁穿不着鞋子叫啊？叫顾打合一，动下步，顾打合一，哎，这个穿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这扣步回身啊，扣步回身，好比说我这儿我往前走的时候，他这手来了，这手来了，那个手，我这扣步回身，这不这就穿，这就穿，那么他呢马上就这就穿，等于是我这边一走，这一穿他，哎，他就穿我，你看他穿我，看这样就是顾打合一，这就单换掌，也单穿掌啊，这个意思，这就是它的积极含义。这一掌的歌诀是呢，一是歌，这掌的歌诀是啊，一是单边不为奇，左右循环乃为宜，左换右吸，右换左，抽身倒步自合击。啊，就是一面穿不成，咱们练转圈的时候也是两面穿，这边穿，这边也要练。单练的时候呢，也是右穿、左穿、左穿、右穿都要练，不能练偏了。八卦掌是对称的练法，两边都要练。哎，这个，左右循环乃为，左换右吸，右换左，抽身倒步自合击。啊，抽身，身子往回抽，倒步，抽身倒步，掌就出去了。哎，这自合击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个练的时候慢慢去悟。第二掌是双换掌，双换掌呢也叫盖手掌，也叫迎面掌。我先把这一掌演示一下。下面我把这个双换掌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。这个双换掌的起势啊、过渡式、正式基本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换式呢不一样。这个双换掌呢，刚才我讲了，双换掌主要是啊、突出的是盖掌，是迎面掌，突出是这个。这个我现在我从这个从转圈的开始啊、从转圈的开始，这样是。正式就是推磨掌走转，走到起势的位置的时候啊，换势的时候呢也是扣步回身啊，这个掰步翻掌，然后呢是又进又穿，这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的是扣步翻身劈打啊，回身反打，就是回身，这是扣步，这扣步，这回身，这掰步，这个手从这儿从走向翻过来往前打，啊，往前打，就是手背往下摔，然后呢，上步盖右盖，上步右盖，就在这儿，这盖从这儿出去，上步右盖，左踢左拍，这个踢拍，啊，我再重复一下啊，穿掌完之后就是，回身翻打，先扣步往回看，回身，掰步这儿打翻打，然后呢。上步右盖，右盖，哎，这是又踢又拍，哎，这个踢是直接往上踢，啊，练的时候可以练高一点，练高一点，实际上用的时候呢，不要那么高了就，哎，不过膝，不过膝就踹就可以了。
啊，这是翻掌，这是盖掌，然后呢是左扑左撩，哎，就是扑步左撩，这往前撩，往前穿掌，右进右穿，穿掌还是立掌往前穿，这是左掖右盖，这是不盖，这是掖，往这掖啊，左撞右扒，这是上掌心朝前往上，这是往后，这劲儿在后边呢，这样做，然后下边是左撩右穿，这回还是这个轻功反手转圈，这不是左换式吗？右换式也是一样，右换式掰步翻掌，进步左穿，就左进左穿，这是回身翻打呢，反过来回身翻打是拿右臂反臂往下打，上步左盖，这是刚才是右盖，这是左盖，右这是右拍右踢，右拍右踢，这是扑步左撩啊，进步左穿，右盖左掖左扒右撞右撩左穿，然后回原式，这个要领呢基本就这样，下边讲一下它的击击作用。盖掌呢就是说它这个整个它这几个式的变化里边，每一式的变化过渡阶段啊，过渡动作都有这个击击作用。那咱们主要说这盖掌，比如说对方向我打来了或者抓我也好，我怎么办呢？我是这个手这样翻，这样翻完这盖，这样他一接手的话呢，我这盖这串这串，哎，做起来就是这样，嗯，是吧？这盖这打，哎，就是盖，嗯，这是一盖掌过来，嗯，啊，这是一盖，这是一踢一打，然后呢？这是他往后走了，比如往后来了，哗，这来了又。假如我这么一打他的话呢，比如说，他转，他往后转，啊，转过去了，这来。哎，或者是我奔这儿，照顾这跟这个人来击击对练，这来人了，那么这又回来了，回来这是撩他裆，这是你看，这边这边，这打，这打他撤腿跑，转身跑。转身跑的话呢，转身跑过去，我这还是穿，等于还是穿，这就记住这就行了。就是说，这个二式盖掌迎面扑呗，就是主要是盖掌啊，盖掌都是盖啊，可以单练，单练的时候这样练。这左右是，哎，两个人可以对练啊，这个击击的含义啊，我就说到这儿。下面这一掌的歌诀是呢，叫二式盖掌迎面扑，拨云见日走自如，左换右膝右换左，丹凤朝阳向上出啊。拨云见日，日是他头啊，是他头啊，走自由，向上出，丹凤朝阳向上出，这个也是向上出啊。刚才咱们主要说的是盖掌。那么他这个盖掌完了之后呢，回身时候这一掌说这是撞掌，也是撞掌，都有积极作用啊，咱们就说到这儿得了。下边我讲第三掌叫背身掌，背身掌也叫团创掌。我先把这个掌演示一下。
下面我把第三章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。起势、过渡式和正式基本都是一样的。我从这换式的开始，啊，换式开始。换式的时候呢，就是回身左掰右掰，啊，回身右掰，扣步左片，啊，回身的时候呢，就是掰步往回看，看后边，啊，扣步呢左片，片掌，啊，左片，然后提膝抱掌，这膝盖提起来之后，这两个手呢外旋，然后往前收，往后收，把膝提起来。这两个提起来之后呢，这样提起来之后呢，等于是放在这个膝盖的两侧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是啊，整个做起来是这样，就是扣步，这个掰步回身，掰步回身，啊，扣步左片，提膝抱掌，提膝抱掌，顺着圈提膝抱掌，啊，进步团创，抱起掌之后，然后就落步团创，落步跟步团创，啊。这是转身献果。转身献果怎么献呢？就是团创以后掰步手势不变，扣步转身再进步，再进步往上拖，拖不超过自己的下颌，两手掌根相对，啊，就献桃。也可以这样做，啊，也可以这样做献桃。然后呢掰步扣步叫马步双踏，啊，马步双踏，然后左虚左搂，右虚右搂，左撩穿，然后向右走，右转，这不跟那边反着也是一样，这是掰步回身。扣步右片，提膝抱掌，这儿抱掌，提膝抱掌，进步团创，这要求是一样的，啊，转身献桃，马步下踏，啊，右虚右搂，左虚左搂，左撩右撩左穿，这右换式就完了，走一圈之后就可以收势。下边我讲一下这第三掌的聚集作用。那词儿，这是一个团创掌，主要是讲团创。团创这里边有这个两三层意思啊，三个聚集作用，一个是撞，啊，一个是向上向前撞，一个是向上撞，就是周他下巴，就白人献果，还是一个再一个是踏，再一个是踏，比如说。对方从我这儿来了，那么说呢，我这回身呢，这不回身吗？回身，然后转身，这就可以往前，哎，提膝就可以撞。对方这么来之后呢，我这一回身一看他，回身一看他，回身一看，啊，这就转身骗他这胳膊，转身一骗，啊，这时候这压他这胳膊。提膝抱掌就这走，就往他腿上走就可以，就往他腿上走就行。哎，这是撞。再一个呢，正面接触时候也可以，也是这撞。哎，提膝撞掌。哎，再一个呢，白烟线桃，这不一转之后呢，白烟线桃，白烟线桃的话呢，这个用法很多。你比如说现在他这样打我，啊，这样打我的，你看这样走啊，这就线桃，也可以拖着下巴。或者拖他肘都可以，比如他两个手来了，拖他肘，拖他肘往前拖也行。踏掌，啊，踏掌，不管哪个手来打，你看这手来打的吗？这就可以踏，这可以踏，哎，或者是呢，这个来了之后，我这踏也行，这可以，这踏，你看，这也可以踏，哎，就是这走，这踏。可以双踏，两个双方都来双踏。我是这边使劲，这边踏。打的时候呢，是这边的打踏的吧？实际是这踏，这踏。哎，这踏，这就是把这个团创掌的话呢，
主要是这是一团创，哎，二是线条，哎，线条也可以这样啊，线条，比如说来了以后，对方一扑，哗就朝，哗就翻过去了。有时候打好的话可以打翻堂，哎，他饿虎扑食一扑来，就往下就上走，往上走，还可以撞他裆啊。你比如说来了之后，噔，同时撞裆，这他受不了，哎，撞裆，托腮。啊，这一掌的记忆作用啊，就讲这么多。这一掌的歌诀是：三式背身是团创，两手变化逞刚强，左换右虚右换左，抽身掌手不虚忙。下面我介绍第四掌，叫劈手掌，劈手掌也叫风轮掌。这个劈手掌呢，这个我先把它做一个，先把它演示一下。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，起势、过渡式和正式是一样的，我就不重复了。我从这个换式的开始讲，啊，换式到这扣步回身，掰步翻掌，又进又穿，然后这回身抹肩，左后轮劈，这个左后轮劈这个手的话，松着从右腋下抽出来。上这劈，这个手脚一齐到上这劈，然后呢又进又穿，回身抹肩，啊，左进左劈，就是这个左后轮劈啊，还是刚才要领是一样的，进步穿掌，这不跟刚才是一样的吗？回身抹肩就是扣步，按左脚的外侧扣步，这手呢向自个儿的左肩外侧向抹，哎，然后呢。这左后轮劈的时候呢，是提膝，同时提手，这手肘提起来，往这劈，啊，这个意思。这一侧呢也是这样，扣步回身，啊，掰步翻掌，左进左穿，回身抹肩扣步，左脚向右脚的外侧扣步，回身，掌要抹肩，然后呢右后轮劈就提膝。劈掌，这个掌是这样的，提起来，然后向前劈，左进左穿，回身抹肩，还是扣步抹肩，啊，提膝劈掌，这是风，右向右后轮劈，这样，这穿掌回来了，左式右式都是这样，啊，这个主要是掌握它的难点，就是，哎，你这个。穿掌完之后，这难点是一定要大扣这个脚啊，右脚扣着左脚的外侧，回身拧身子，拧绳一样拧身子，这是全是扣着脚后朝前朝这侧，往这摸着肩，这一摸肩，这个劲儿才能蓄起来拧起来这个劲儿，然后提膝啊，提膝往下劈啊，这样这边也是一样，必须得拧过来，这提膝劈，嗯，这个要领是这样，我把这个。鸡的含义说一下，五名上来。
好比说我要是向这边走呢，那么说对方那个时候，哎，他这儿来了，那么我一看，我这不是回身抹肩吗？这就可以劈，这就可以劈。假如那个时候来也是一样，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是这样的劈也是也可以，啊，回身劈也是一样，啊，这劈的时候呢，就是说一定要什么呢？提膝劈，啊，这是船长来了之后，回身抹肩啊，这劈，或者这劈，啊，就是劈掌啊，劈掌。比如说咱们演示一下，我现在是往这么穿，啊，回我这个啊右进右穿，你穿这肩上来了啊，这摸也可以，这不把这个手等于给它推出去了，圆出去了，哎，这提膝呢往这劈，你看这劈，哎，这劈。比如那个肩那个手来了是吧？这手来了也是一样，这呢回身抹肩，这出来了，这劈这劈都可以，这劈都行。啊，这也很劈掌走自由，也很简单。你看，啊，劈劈这一掌的歌诀是啊，四式劈掌走自由，两手变化内中求，左换右细右换左，不扣步细莫回头。这关键是扣步，啊，你是往前去的时候，往后劈的时候必须扣步，不扣步不回头，不能就这样劈不成。哎，不扣，它主要是往前走的时候向劈后边。啊，主要这个意思。下面我介绍一下第五掌，第五掌呢叫顺势掌，也叫上传掌，也叫托身化影掌。我先演示一遍。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说一下。起势、过渡式啊、正式，这都是一样的，不重复。我从这个换掌式的开始。啊，转掌走到起势的时候，扣步回身，这跟前面一样；掰步翻掌，这是一样。下边就不一样了，下边是上穿啊，就是扣右步，上右步往外扣。啊，这儿呢。提膝上穿，啊，我再做一遍啊。到这儿以后呢，向上穿的时候呢，前脚稍微的往外一掰，就活一下，就活。要不然的话，你这么生拧的话呢，它不舒服。哎，稍微的活一下，拧腰、拧胯，这手不动，拧腰、拧胯，右步向上扣，向左脚的外侧平行了，基本上两膝盖相抱，哎，扣到这儿来。哎，像这扣，这一扣的时候呢，这右脚脚往下蹬进，这一蹬进，这手腕上穿，把这个提起来，啊，提起来之后呢，往前下方看，这提膝上穿，然后呢，瀑布，哎，瀑布下撩，瀑布下撩，啊，下撩的时候呢，这个手，掌心那个，这个虎口放在耳门这儿，松肩对肘。这个往下插，就插这个地方，往下插，反插这是，瀑布反插，然后反插呢，最后左弓左伸，这个手心往这往外旋，手心朝上，
右弓右伸，这这左手呢臂外旋臂内旋，掌心反向上，这右手是臂外旋掌心向上，这样就是个肩啊，动这个肩，看到没有，就动这个肩，就这样。哎，这就是从这开始提膝上穿，腹部反叉，然后左伸左弓左伸，右弓右伸，左弓左伸，背部反击啊，上部栽锤，马步双展，撩穿，这就完了。我把这面做一下，这面是背部翻掌，这是上穿的时候呢，把右脚活一下步，向外微掰，然后左脚向右脚外侧靠，转身蹬地提膝上穿，这瀑布反插，这手往下插，这个手呢尽量提你的肘往上提，这个打的意思，往上提，把虎口放到耳门这儿，这儿，然后这手呢你看臂外旋，叫右弓右伸，左弓左伸，右弓右伸，哎，然后掰步反打，上步右栽，马步翻，马步双展，哎，右撩左穿，就完了。这个难点主要是掌握这个上穿，是个难点。上穿的时候，我就往朝这边做一下啊。上穿的时候呢，这个稍微活一下步，转身扣步，看，转身扣步，提膝上穿，瀑布反插，瀑布反插，啊，插往前走不停，一、二、三，这样，掰步这圈外翻，这翻打，然后上步栽拳，啊，马步分展，这撩穿踢走。下面我把这一掌的技击含义演示一下。小苍和陈上来，这个脱身化影啊，顾名思义就说把这个身子等于变成影子了，人走了影留着了，你看的这是个影，身子走了。这个呢就是说一个人和多人作战的时候，或是一个人跟一人作战框他也可以啊，一人对一个人，比如说我一搭手我走了，你看这一进他追啊，你看我一走，你看他追，这打，就是说一接手的时候呢，搭手就走，看到没有，就回去就打，这是一个什么呢，是一个框的冤他，一接手然后就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呢他又来了，有时候他追得很紧，是追得很紧，这下去了，这蹬一层踹一层打都可以啊，这是一个叙事，这一个叙事啊，一个叙事啊，瞅着他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办法，再一个呢就是说两个人一边一个打，或者多人，这一接触那个来了，那么说呢这一接触的一来的话呢，我奔这儿打，奔这儿打，你又追上来了我就下去了，就走，这下去了，对，这就是对付两边，这样一接触，你看这儿踏，这样回来往上穿，这往上穿的时候呢，这儿就打，这儿打，这不是对这样一这一来手，这一来手对付他的时候呢，你看后续，因为他追着来，他从那边来了，他来的话，我这儿，就奔他去，奔他去，奔他去提起来，然后他又到了打他这儿，等于是两面受敌的时候，可以用什么脱身化影的方法，脱身化影的方法这样打，对一个人也可以用。框了冤的方法，多人也可能。再一个，他这个穿掌之后还有一个，这个左弓左伸右弓右伸的问题。这是一旦人抓住两个手了，跑不了了。你抓这手腕都往那么拽，他往那么拽，这是哪边劲儿大往这么来，哪这边劲儿大往那么去，就是看他劲儿哪边大，你看这抓住之后吧，他。抓着谁不撒手，像他这边架怎么办，我弓步的时候往上穿，这走
我这是这儿走。为什么要翻这掌？你看啊，它粘之后你这样插，这是一个劲儿。一弓步的时候，你看这掌腕翻，它本身翻那么去了，你看，啊那么去了，这是一样。你看翻那么去，嗯，它是一个螺旋的力，啊螺旋的力。这个力的话呢，不完全是在手腕上，啊这手腕可没动，你看腰间，你看腰间。哎，这个问题呢，就讲到这儿，啊得注意这两个要点。一个是声东击西，指山打磨，这是一个；再一个呢，两个手都被人擒住了。那么说，可以用这种方法，哪边劲儿大，前往哪边去，然后再往这边来。哎，或者他抓了之后，他劲儿大的话呢，我要这么一去的话，你看他这个本身他也站不住了，就我再回去，啊，都可以借劲使劲啊，借力发人。这一掌的歌诀是：武士顺势是画影，脱身倒步侧身灵，左换右气右换左。闪展各位进步营。下面讲第六掌，第六掌是顺势掌，顺步掌。第六掌是顺步掌，顺步掌也叫千斤坠地掌，也叫双螺掌，叫下螺掌。下面我把这一掌演示一下。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说一下。这个起势、过渡势啊，这个正势，这基本也是一样的，不重复。我从这个换势的开始，啊，扣步右左转，掰步翻掌，右进右穿，往下就不一样了，啊，这个回身左雕，扣步回身。这扣步的时候，这个手回身上这雕，这个掌不动，回身左雕，撤步双裸，上步前推，然后左转。这要求就是这样的，比如说到这右进右穿的时候，我这方来人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不用扣步就雕。一转身，这手呢是这样，臂内旋，虎口向外，向前，啊，虎口向右边，掌心向前，等于把这个人的力量旋到这儿来了，抓他腕子，这抓腕撤步双裸，这往下撤步，尽量往下撤步，这手两个手握拳往下抓，往下裸，也叫千斤坠地往下裸，也可以就往这裸，往这裸也行啊，直接往这裸也行，这往前去的时候呢？是推一下，推一下，哎，上步双推，这就是那个这个，日月并行，也可以呢。拉过来之后，如果对方的力量说走得很顺劲儿，那么就到这来顺他的劲儿走，就回去了。啊，这两种练法都可以，就是裸之后往前推，哎，这么走也行。裸了以后就这样，
就随着裸随扣步随转身，然后又回去了，哎，这可以比较顺。这一面也是这样，这一面呢是左进左穿，穿在这儿啊，左进左穿啊，回身呢右雕，回身右雕，撤步双裸，上步双推，然后这个什么轻功反手，或是这样走，往这么走都可以啊。这个就是说脚步的变化和手的掌的变化，腰的变化要配合一致啊，必须要配合一致啊。你看一回身叫扣步，一扣步叫回身，回身就要裸，回身就要裸，回身的手哈就裸，这撤步呢这就双裸，这也裸这也裸，往下的时候是俯身往下去往下坐，转身时候手还在裸，转身手还在裸，手不使劲转身呢，哎，再回去，哎，下面我讲一下这一掌的积极含义，无名来。这一掌的积极含义呢，就是双裸，哎，双裸呢有各种各样的裸法，比如说，我是面朝这一方的，他是那个手奔我肩来了，奔我这肩来了。他抓我也好，推我也好，别抓别，抓也好，推也好，那么怎么办呢？我是扣步的时候呢，撒手，哎，扣步的时候呢，这不叼他裸他吗？这下来，这面裸，这样往下裸，往下裸，哎，这样往下裸的时候呢，如果他不裸不下，他往前跑，往前跑，那么说我往前跑，我这就推他，往前推，我这一裸往前跑的时候，往这么推他，哎，往这么推。如果说他顺着我走啊，我这么一裸，他顺着我走。顺着我走，你看我回头劈就正好啊，再来一次啊，哎，这不吗？你看这裸，这裸裸，他要顺着我跑，那么说我这回头就劈，回头就劈，哎，如果他不跑啊，如果他不跑，哎，他不跑啊，他不跑，那么我就往这裸他，千斤对地，哎，这裸他，他绷着劲呢，我就往前推，哎，这就是日月并行，哎，日月并行，他这腕子呢是这样，你看我这裸这么一裸他之后，哎，然后呢这两个同时的，你看这拿他这么推他，他站不住，他站不住，哎，这就是啊，这左边是这么裸，右边呢是这样裸，这手来了，比如说，哎，这手来了，看啊，这啥，这裸，是吧？这样走，啊，这裸不要手使劲，是蹲身下裸，哎，蹲身下裸。要使手使劲等较劲了，蹲身下裸，哎，他要是随我就往这么走，不随较劲我就往那么去了，就他想跑过去了我就翻回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一掌的歌诀是六式顺步式双裸，千斤坠地变化多，左换右戏右换左，日月并行走开合。下面讲第七掌，第七掌是下踏掌，也叫插花椰类掌。现在我先把它演示一下，
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讲一下。起势、过渡式、正式都是一样的。我从转掌式换式的开始。啊，右扣左转，掰步翻掌，进右进右穿，从这开始讲。啊，这一掌呢，就是右掰左掰右掖，左掰右掖啊，左掰右掖，右扣反托，左掰上托，右扣左钻，马步展臂。啊，左掰右掖，左掰左掖，右扣反托，掰步上托，左扣右扣左钻，马步展臂。这个呢主要是掌握它这个要领是什么呢，就是到这儿之后穿掌的时候呢，这个右左掖的时候呢，这右脚有点往内扣，随着往内扣，这掖左掰，这个手是内旋，奔着腋下向后穿，这掌是不变，这步尽量掰，向后旋，向后掖，然后呢转身扣步，向左脚前面扣步，这个是反托往上托，这手还是不变的，基本上不变，有点动，然后掰步上托，弯上托，是吧？扣步左钻，奔着钻，马步双展，就马步就把展开了，这一下转三个，然后这么着呢也是转三个啊，这不是这样左进左穿，然后这个是呢右掰右掖，左扣反托，右掰上托，左扣钻左，左右钻，马步双展，都是这样，就是说这边做三个，这样转三个，这样转三个啊，这个呢反正要多练，要多练，主要是腰腿，它主要是摆扣拧腰啊，折臂，这几个比较难度比较大，你摆的时候呢扣要扣大，摆要摆大，摆的时候不能这么摆着腰不动，这不成，摆扣的时候呢腰要动，摆的时候腰还动啊，这个手呢随着往这儿折，往折往后插啊，旋转整体一致的，手腰和这个脚一致的旋转。下边讲一下这一掌的技击含义，在词上这个插花掖肋，插花掖肋腰内横，比如说他这手，比如说我们俩一接触，那我就插花掖肋，这能打，哎，再一个呢就是说你看这也插花掖肋，这也插花掖肋，哎，都是插花掖肋，他拧我胳膊，比如说拧胳膊啊，这一拧胳膊的话呢，你看我这就倒了，不是，那么我假如我随着转，你看拧，你看他一随我拧我也转，你看这就没有了，哎，或者是呢他一拧我的时候呢我就打，都是插花掖肋，全是往插往他腋下打，去往下打，都是这个，哎，他一拧你胳膊你就往这插，这没有，这打。这一掌的歌诀是骑士下踏变化经，插花掖肋腰内横，左换右气右换左，翻身倒步形如龙。第八掌是平穿掌，我把这掌演示一下。
下面我把这一掌的动作要领解释一下。前边预备式、起式啊、换式，这个过渡式、换式，这都是一样的。我从这个换式的开始，扣步回身，掰步翻掌，又进又穿啊。这又进又穿的话呢，是改成平穿了，又进又穿改成平穿，从掌底穿，从掌底穿。然后呢，这个穿完之后扣步回身，这个手从左后，从右后到左前肩前，左肩前，然后这是一撩，这又一穿，还是平穿，然后扣步回身，这个是撩，这次呢从上面穿啊，一二三，就活步三穿，一二三，活步三穿，哎，又进又穿，回身左撩，进步又穿，回身左撩，活步三穿，一二三，然后转圈，左侧也是这样啊，右换式也是这样，一平穿，二撩，三穿，撩，平穿，一二三，好，这个穿掌呢，可以从底下穿，也可以从上面穿。我把这个底下穿和上面穿都练一下，两个就等于它练法比较丰富，就都可以兼顾了啊。第一是这是底下穿，第二还是底下穿，第三是上穿。然后知道这意思行了。一般咱们穿的时候都是上穿，都是上穿。这个动作要领啊，就说到这儿。下边讲一下这个积极含义。这个积极含义呢，简单。比如说，我们俩，他的右手向我胸部打来，或者是脸部打都可以。他打的话呢，我这儿呢甭管他，我一撤步，你看，往前打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这一撤步，这个腕子叼住这腕子，腕子眼上穿，啊，那时候也是一样，啊，他等于是这样穿穿，啊，就是穿，表演可以这样表演，就是来以后的话，嗯，表可以这样表演，哎，就是这样穿，啊，来拳穿，啊，穿。就这样穿，啊，主要是练这个穿劲儿啊。搭手之后，这手一摸的，啪就一穿，啊，等于这手穿就穿，啊，直穿，啊，这个记忆的意思就是这样。撩也是撩完穿，都是一样。哎，下穿也是一样，下穿一边他人特宁就在这穿，啊，穿，下穿同时上穿，哎，可以同用，都可以。来了先下穿，啪上穿都可以。这一掌的积极格局是八式手穿式迎面，两手变化随步行，左换右系，右换左，走如风系，站如钉。这个老八掌呢有多种练法，一个是呢单式的左右循环练法，再一个是呢交叉练法，先练第一掌，然后练第二掌，交叉练法，交叉左右循环练法，另外就是双向的左右循环练法，还有一个随意组合法，啊，你走熟了之后，第一掌可以练第三掌，第三掌和第五掌都可以这样随意组合，啊，你第一掌你要走这个单向的呢，就是说你第一掌练完了，啊，左右练完了，变练第二掌，啊，就是一个起势一个收势，一八掌啊就不用一掌一起势一掌一收势了，就是一起势开始就练。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也练八掌练完了，哎，再一个是呢，就是你一个起势完了之后呢，你练一去练这掌，一回来练一掌，这左是练下沉掌，右是练平推掌，啊，这样交叉的练习，啊，交叉练这交叉练法，啊，这也是这个完了之后呢就可以收势，还可以呢就交叉练法练这一次练完之后，然后再练那一次都可以，另外随意组合法就是你随便走都可以，那么这老八掌呢？这是八卦掌非常重要的掌法，啊，我们应该认真的练习。这个熟能生巧，全练万变无师自通，练熟了巧劲就出来了，
老练，这里边的窍门就找出来了。别看掌法简单，变化无穷，啊，这用法啊非常巧妙。这个我们在练当中慢慢体悟，慢慢实践，慢慢体悟。好，就到这儿。